太阳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出来哦，好像是7点钟就应该要出来了。我钻在这个睡袋里面冷得不行哦，因为我这个帐篷，你看这两边有个洞，这个也有洞，它的风啊，就从那个缝隙里面都进来了。你看这边也进来了，夏天怎么就不见得这么凉快呢？冬天怎么就这么冷呢？现在已经是夏天喽，还是很冷哦。这个风越来越大了，感觉帐篷有点扛不住了，噼里啪啦的。想等太阳出来哦，有点等不了了，必须要起来收了。必须要起床把帐篷给收掉了，不然这个搞不好再一阵大风的话，这个帐篷杆可能扛不住。哇，又冷！我现在在帐篷里面啊，我穿的抓绒啊都已经冷得不行了，我只能钻在睡袋里面。我现在只剩下就这么一件衣服了，最暖和的了，没有了。看来确实要买那个羽绒服了吧。或者是再买一件保暖内衣。
装备收拾好了，今天出发的也有点早，因为今天赶的路比较多，有90多公里吧。今天呢，尽量就是到霍林郭勒市区那边哦，然后找一家旅店，可能吧，找一家旅店去住一下，休整个几天，必须要休整的。喝点面包，再喝点牛奶，就出发了。今天出发的早啊，现在才7点半哦。哎呀，好像今天是逆风哦，完蛋了，完蛋了！哇，真的是逆风哎，那还怎么骑嘛？50公里也到不了啊！原来是我搞错了，今天是顺风哦。这个林子里面全是乌鸦呀。我现在啊，就算是时速20哦，也需要4个半小时才能到市区。当然，我如果连续这样骑的话，膝盖肯定就很容易就出事情了。还有腰间盘，哦，前面2公里是收费站了。我觉得下午差不多就能到了，平均时速的话15公里左右吧，也不用太快，然后加上一点顺风，差不多能达到20吧。一大早，这个牛羊就在悠闲地吃着草，小羊羔你看，还有小牛犊子。好多的羊啊！白英华，哎，这个牛好整齐呀，排着队，你看，还有94公里到霍林郭勒。遇到个小坡，虽说是顺风，但还是蹬不动。前面还有20多公里哦，才有一个服务站，不清楚那边有没有吃饭的地方哦。有的是最好了，补充一下体力。光是这些面包啊、什么牛奶之类的，不顶饱，一下子就没有了，而且还很费水。这些大货车啊，基本上都是拉煤的，好多煤啊！我又看到好多煤块了，特别想捡啊！还有75公里就到市区了，
也就是说我今天已经骑了20公里了，已经很快很快了。刚刚如果不是那个坡的话，我已经又是骑了10公里左右了。今天反正也是一直在赶路吧，就争取在晚饭前啊，天黑前到达市区。哎呀，前面你看那个小土拨鼠，好多的羊啊！老毛病又犯了，你看，看到这些柴真的想捡啊，煤啊，柴啊，因为我有带那个柴火炉嘛，对吧？好久好久没用了，买来到现在就没用过，争取吧，找个地方好好的用柴火炉煮顿饭啊。这个坡下去之后，我看到前面风车那边又是一个大上坡了，好像也好几公里吧。这里大概有30多只羊啊，应该有的。这个主人正在驱赶它，哦，不止40只都有了。门，蒙古族的，一看就知道了，看着比较魁梧啊。说到蒙古这边啊，他不能说胖啊，应该说是魁梧，用魁梧来形容，比胖会更加的亲切。它这个不太准啊，我地图上显示只有70多公里了，差了10公里。看到这些肥美的羊，看看啊，我今天很想很想吃羊肉串，看来我今天的晚饭非羊肉串不可了。2公里就到服务区了，不清楚有没有吃的，希望有啊。宝日湖硕，火车，拉煤的火车，加油站也有啊，估计是有吃的，实在没有小卖部买点方便面泡一下也行啊，饿得前胸贴后背啊。哦，它是两边的那个服务区啊，左边右边都有。加油站也是不开门的。超市饭店在北区，哇，在对面。那我怎么过去嘛？那我只能把自行车放在这儿锁一下吧，到前面去。他这写的有指引啊，他说有快餐，有炒菜的，正好这个是通道啊。哎，正好正好，可惜我自行车过不去啊。
这个地下通道有点潮湿。吃好饭啊，补了两瓶水啊，这一瓶是刚刚吃饭的时候那个水啊，它这种水的话顶多卖1块钱，然后它卖了2块钱，这种娃哈哈的它也是卖2块钱。太阳出来有点热了啊，把这个当挂脖，把这顶帽子换上。12点了，如果按照每小时10公里计算，6个小时就到了，6点钟。上坡的尽头是下坡，下坡的尽头是上坡，前方又是上坡了。这起伏路还真不少哦。下高速了，还有18公里就到市区了。刚刚那边啊，全是煤矿厂，这边开始全部是铝厂，铝制品，铝水车辆，注意避让。他们这边进市区啊，要上一个很大的坡，爬了好一会儿了，前面马上就到市区了，也马上下坡了。霍林郭勒欢迎远方的客人，这个让人看着非常的舒服啊。他这小区可真难找啊。我得拿这个袋子装，这个一袋可能装不下，完蛋了，又刮风了。目前找到1、2、3、4、5个，好像还有20多个，又拿到一个邮政的，慢慢一站，看一下有没有。这里全是我的，拎都拎不走的。哎，这
送你几包我老家的萝卜干。谢谢。太多了。谢谢谢谢。还要不再拿几包啊？没，我太多了。你就配稀饭什么就都行。哎好。这里好像有十几个吧。当然问那个老板娘要那个袋子。还有哦，菜鸟在这。好了，终于拿齐了，应该是拿齐了快递啊，可能是还有几个，然后我先去宾馆吧，再对一下看看少了哪件，少了哪件再过来拿。太多了，现在这个只是一半啊，还有一半在前面啊，这个我估计得再精简了，这里肯定是不行，拿不动的，太多了。老板娘给了我一个大袋子，哎呀，把它放这儿。然后这个就挂下来吧。好，找旅店去。这里是霍林郭勒市的中蒙医医院，也就是中医院吧。我发现啊，他们这边的市区啊，这个路非常的小啊，很小很小。他这个是在18楼的，还有酒店式公寓什么的。这个停车不大好停，我换一下吧。正是上下班高峰期啊。现在把车放这儿，你看东西多吧。趟一趟班，还好在二楼啊，本来在三楼的，坏到二楼了。哇，终于搬上来了，一趟、两趟、三趟、四趟，终于搬上来了。这个宾馆真的还行，我觉得很安静哦。你看，这边是拆迁区。可能就没什么车流量经过，安排在那边的话车流量可能好，但是风景肯定好，但我比较喜欢安静一点啊。啊，终于，我记得我上次好像在淄博是5月1号前住的，5月1号前可能是4月多的时候住过一次，应该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吧，应该有一个多月了没有住过店了，这次终于住店了。然后这一包呢是刚刚去快递拿过来的寄的东西啊，确实有点多，这个多的有点，我都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了。我现在就是这几天啊，就是趁着在这休整，然后呢把该精简的东西都精简一下啊，不然这样的话自行车摩托车都拖不了。好了，我先洗漱一下，不着急，等一下再到外面去弄一点他们内蒙古这边的烤羊肉串。行，那么我们待会儿见啊。终于洗好了澡，剃了一下胡子，还把头发给理了一下啊。我算了一下啊，这次我记得上次是4月15号的时候在淄博那边啊，山东淄博那边啊住了一次旅店啊，到现在是1个月0.5天左右了，没有洗过澡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洗过澡了。终于啊，就感觉从流浪的状态吧，然后又回到了就是现代生活了，就这样，这个感觉确实还真有点好。就比如说长期在外面，像我们
们这样骑行的，对吧？以前我是出过，至少是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左右就要住一次旅店，哪怕就是再贵吧也要休整一下。确实这次我又食言了，然后这一次呢正好又是一个多月吧。其实我觉得如果按照正常的就是长期这样户外来说，一个星期住一次店那是最好最好了，真的。最少最少呢是两个星期吧，也得住一次店啊，对吧？就是补一下手机的电啊，还有户外电源啊什么，对不对？就这样。然后这次呢，我准备在市区里面多住过几天啊，住个两三天或者是三四天啊，就以弥补我就是之前没有休整过。然后就是今天骑的也有点猛啊，等一下再擦点我那个马膏啊，擦一下，就明显会缓解很多吧。那么先这样吧，我先去楼下把衣服洗一下，等一下就去那边吃一点那个烧烤啊。现在洗好澡，衣服也在那边洗，去弄点吃的。刚刚问过这边的吧台的服务员，问他哪里的烧烤好吃，推荐了一家。这家我看了一下评分还行，现在就闻到了烧烤的味道了，真的特别想吃那个烤羊肉串啊。几百米吧。哇哇，怎么这么香呢？怎么可以这么香呢？哇，这条街全是吃的哦，你看，靠山豚、铁锅炖，这个每个两个人、三个人肯定是吃不了的，一个人。还有300多米，就应该在这附近了。哇，这也有烧烤，你看。五指烧烤，现在是7点多了，25小时宾馆。我又想说了，他们市区这边啊，就是车子比较多，然后路比较窄啊，到处停满了车子，这应该是他们这边比较小的缘故吧。人多，地方小。到了，到了，那也好吃吧。他们这边有点忙啊，没有桌子了，现在就剩这张桌子了。看一下有什么好吃的，很多。他们这边这个有意思的八戒肉，就是猪肉串，每个点了5份啊。再点一下其他的，打包了一点啊，然后去买点水果。这家店长超好啊，他给我搞了个会员啊，省了30-40块钱。买的有点多，有点拎不动了。本来想打出租车，看了一下才几百米啊，就不打了。拎不动了，蹲下。回到宾馆，累蔫了，可能等一下还得再洗澡。反正这几天基本上每一天都要洗澡，至少一天要洗2次，然后才能把身上的那些污垢全部洗掉。刚刚我那个毛巾我都不敢给你们看啊，黑了。现在去楼下把衣服拿上来，放在这晾一下就好了。这边哦，就是西瓜便宜，其他的都贵。然后好的西瓜也贵哦，问了一下。你们猜多少钱？70西瓜30块钱一个，那么小的。这家烧烤我估计现在的味道和刚刚店里烤出来的已经完全是两个味道了。但是我相信啊，人多的地方它味道肯定会好的。那家店去都没位子，肯定是好吃。这个是羊肉，应该是羊肉。哦，还有一点热的。这种啊，就这么大的一串，是会员价是3块钱一串，然后不是会员价是4块钱一串。那个店长啊，他给我算是会员。味道真的好，特棒！哇，好吃。
看来我明天还得再去吃。我这隔壁好像住了一些骑摩托车的，好多都光着膀子开着门，不清楚干嘛。那么我就慢慢吃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也是挺累的，然后吃完等一下稍微再洗漱一下就睡了。今天的视频肯定得明天再剪了，太累了今天。明天见。